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把手借给我好吗？楼上的朋友们，把手借给我。短短的三五分钟而已，会酸就忍耐一下。右边的朋友，我就在看你们啦，把你们的手举起来。也许现在的我会有一点点不顺心，也许站在远处的我会莫名其妙被牵连，趁机怨恨自己。这个多变的婚姻，难道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？曾经看到从黑暗破茧而出的光芒，曾经告诉自己黎明来临之前就会拥有希望。我要排除万难，绝对不能够放弃，要勇敢坚持地走下去。飞向未来，不管有多少困难，不管有多少阻碍，飞向未来，只要永远都不放弃，我一定会看见人生的精彩。也许现在的我会有一点点不顺心，也许站在远处的我会莫名其妙被牵连，曾经怨恨至今，像个多变的命运，难道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？曾经看到从黑暗破茧而出的光芒，曾经告诉自己黎明来临之前就会拥有希望。我要排除万难，绝对不能够放弃，要勇敢坚持地走下去。勇敢地走下去。